走错了，黄队在哪？黄队在下。找了一个关键人物。又可是不是跟我一样找不到黄色？哦、对、哦，我想说黄色在哪里？我刚才想说黄色在哪，各种找不到、啊、那个等一下，不能 Q 东西给队友、不要随便乱贴贴，远离彼此，各奔东西，自己靠自己的运了，加油！我们这边就像散开的孩子啊，没问题，不要找各位了。直接散开，我觉得最好了，最好了。分散风险，分散分散。来，加油！有有有有木头，有木头。输了。哎，好看好看。正常局，正常局。120秒内走40N，哇！你一口什么意思？好像四五个木头其实就会蛮够，五个一定够。哦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碎碎碎碎碎，然后要小心，不要蹲下。制定规则。低头就算了，哦，我点，就是直接扣血。哎、欸，我家贴贴，和我家贴贴。红队有多扣一个，有除了我以外的去点，那最后再去说。嗯，自己有人丑，他们好凄惨，饱食度贴贴。什么都中了，现在剩六条命了。不愧是西瓜队，手持熔炉，他完蛋了。熔炉也就看时间会不会换掉，不然熔炉会花一段时间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安三。哎、欸，这合成石膏没办法。合成石膏没办法，这一定要做的。目前还没有铁。低头。低头，这也没办法。抬头，至少我们不会做到，好不好？这我不做，你们也会做到，好了啦。机岩不要那个、哦，不要弄到、哦。不要踩到机岩。对，有升级他们中。哦，好可怕哦！我、哦、这里有钻石了，但没有铁。没有龙。受到伤害，哇，这也没办法。蹦达，蹦达，就是我也没跳啊。三十秒内不跳啊。哦，我是往下走一格而已，对。这就因为他应该是我们没有跳，对，应该是要跳。哦，我们自爆规则，自爆规则。嗯，这没办法。我还差两颗石头，一颗，再一颗就好。又一颗，是不是有人在打你啊？我这里有钻石，我这里有钻石。哦，我这里也有，我在烧，我在烧了。蓝队、绿队在互打，然后是红队扣血哦，红队血量扣，红队血少。你们哎。欸但绿队现在好多 哦，绿队血怎么多啊？十一耶，他们都没扣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太难达成了。明月那边很近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先看我这里。我这里有两颗钻石。我在你旁边，阿强。那你要不要改烧那个石头？我这里石头吗？对对对，我不要给你贴贴。有你去那，我这边有熔炉，你可以去。我挖另一条路，我可以挖钻石、欸。我挖了，我挖了，我挖了。我们是什么黄队？高炉，高炉，高炉要两颗铁，那就是我有铁，我有一颗，我放进去了。哇、啊，雨月很敢。等一下哦、高炉除了那个以外，还有石平滑石头，五颗铁，五颗铁，然后一个熔炉。铁你拿走了，给我拿走了。好、啊，那你去铁要五颗，铁要五颗铁哦。我这里要四颗，我要四颗，我先我三个铁，我三个铁。你去你可以再做一个去烧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这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钻钻。你不要过来，你干嘛？不要贴贴，不要贴贴、哦。我要给你们贴好铁。啊，这有钻石要借我啊。好，
等是那个任务的话，三颗。背包中，哇哇哇哇哇！哎，这连爆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乱丢东西了，不要再丢东西，很危险。我丢石头给你。啊，不要再丢东西了，我们剩了两滴，我们剩两滴。绿队要倒下，蓝队杀死玩家，他们刚好，笑死。我看他们两个互相。铁还差两颗。哦，我在烧。铁，我这里有两颗，就给吧。我放箱子。哦哟，制定。手石盾超难的。箱子。哎，我的钻石餐餐，你刚刚那边有个钻石。哎啊啊啊！玩。好，我玩，我玩，这玩，你推，哎，玩。有，我拿到，它是什么？钻石残残哦，对，残子。有，在抛光的安山岩抛光，可以做。我也可以，但那个杰克在那附近。杰克在干扰。那我蹲了，我再蹲了，没事。等一下哦，我把附近埋起来。他们蓝色是跟别人贴。哦，那不要靠近蓝色，不要靠近蓝色。两队都绿蓝都是贴。哇，他们在互相啊！哎，碎打掉很好。哎，那蓝色想要贴你，那是谁？玉口还想贴你，离开他。我们剩一滴了，我们不能让他们。啊！我们死了吗？不是，那个绿队杰克在贴我。刚可以干掉他嘛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啊！背包里有钻石。来贴我，他会贴我，我会倒。我们前面那个连续扣血，这个太衰了。就连续扣两三滴吧。对。我们这边怎么了？太少了。啊！他们在互相贴。黄队七滴啊，好可惜哦，可恶，我们好多钻石哦。我们那时候背包有铁，捡安山岩，血高于石，那挖东西都没办法。哇，绿队获胜，他们五滴，他们血超多啊。运气超好，他们我们都大家血扣到快残了，上次。你们的也会很差耶，他们的血全都几乎都没扣啊。我只能说我们这一队大概有十颗钻石，不夸张。好扯。然后一开始有人那个按到红队的那个，是谁？哪谁按的？我没按。按什么啊？就是制定一规则，那个制定一规则啊，对话框那个不能乱点哦。有一个人按了。那时候我按到了，没有。夏露蒂，是我，不好意思。夏露蒂，绿队赢的不光彩，土下座。但是我们还是这一个应该要扣五滴血，所以绿队淘汰。对不对？不然这红队一定持续活着，然后有办法逆风高飞。我这一波一定挺红队，我们差点就赢了。对，这一滴的时候，有的绿队还剩十滴。什么意思？啊，就那对话的都不要点到，嗯，然后那就是直接扣血，因为每一个人点他都会扣，哎，就只有我跟杰克点就好，嗯，杰克点我们，我点他们，要小心。哎，是谁？要蹲下一下再现形。有，我想当透明人啊。要看仔细你啊，我们那波也是一口气大爆扣血，真超衰。好痛那一波，开场就直接剩智力五滴了。yeah. 你们一开始也扣超多，超好笑。很扯哎、欸，这游戏很奇怪、欸。连杰克的运真的很好，真的、欸、是极端运气。极端了吧？一定是这个发射区不对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哦。这里抽奖一定好，换个风水。换一下衣服，换个衣服。哎呦。直接穿哎呀，一袋哟！改变风水，改变风水。
有。马放 skin， 来这边可以开车。绿色，绿色，蓝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抽完，红色。好丑哦！红色，好丑哦！蓝色，黄色是什么？好丑！蓝色，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它。完蛋，剩下黄色，太丑了，真的，就是丑。不是你，你好像某个快遇相识了。你好像那个送外卖的。对啊对啊对啊，你好像哦，外卖什么团的？然后雪莹感觉那队 OK 哦，还是你要红队？请问是外送西瓜？你要红还是蓝？我都 OK， 西瓜子。那就以不动，你应该去绿队啦，跟那个杰克 PK 一下啦，受不了了。啊跟他一队怎么 PK？ 怎么 PK？ 就是啊啊对吼。我被谁看到了吗？你怎么冷不烫？我被箱子吓到了。太震惊了！轩逸，轩逸，轩逸，你去红队好了。红队感觉扛扛的，他需要多一个人，他在暗示你。哦，好了好了，红队那边康康的，这样子综合一下。不是吧？我的声音反而掉了吗？孟丹是胜率最高的。哎，我今天胜率一百，不要。胜率一百，拥有最多的人，哎呦，那就来看看各分东西。我们不用动，走起。这个什么箱子人是不是？换运气看看。小玉西瓜人，你最好给我好好的好运气。我们先下规则好不好？不要李小龙，不要 Q 东西，不要贴贴。好。不要太抬头，低头就算了，低头没办法。然后等到后期就不要再做东西了。不要后期就不要做熔炉了。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团结一条心，这一次一定行。黄色又没了，又没了，直接给吧，直接给吧。可以。那感觉是两场有没有？哎，挖掘泥土没办法。他可能要重置之类的，不晓得。之前没这样啊。所以上次那个选择弄个新的队伍也是，应该是那时候地图本身的问题。是我们加油，我们已经哦三个石头了，还好还好，这里好多石头，四个了。他们什么死亡？我觉得不要想弄别人，每次想弄别人就出事了，交给其他队去处理。升级哎、欸，站在木材上好像蛮有机会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要打人。哦，对，红你真的打吧。红队站在木材，但是说不定我们手持木材有没有？木材手不要拿到哦，那是不会拿到的哦。哦，是他们哦，笑死笑死，醉啦！我有两块铁。七个了，我这边有钻石。我要铁，弄不出来了。我这里有钻石。我是缺熔炉，但我觉得就各自吧，免得状况。小小，我这边。哎呀哎呀，那你放熔炉出来，我睡睡睡。Nice nice nice， 合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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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需要 Q 东西。Q 东西就出事了，破关三眼，然后先放箱子，等一下可以烧那个烧石头。哦，一直在不小心抬头。哦哦哦哦，蓝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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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精彩好精彩！还实地，规则更换，十五秒不跟不移动，不移动挖捡起钻石，他就是红队，你一捡到钻石就加一又扣一。哎，我的钻石哦，在这里，有完成，
32秒远离哦，他自己远离应该就蛮 OK 了。好好好